一大清早，街灯还没熄灭，天空透着曙光。76岁的温金早与90岁的徐奎生夫妇，一如往常，戴着帽子，推着手推车，展开一天忙碌的回收。曾经他们也遇到对瓷器打问号的店家，他用自己女儿的例子化解疑虑。说给我听，我问我女儿地家人吼，我甲分享甲分人，全叫袂住。但我甲讲，伊嘛是有去关怀关嘛，吼，袂晓讲安尼歹就是歹，嘿，我来甲讲。我听我迄个头家，你听我讲，迄头家听我安尼讲，讲，吼，安尼我归去，拢互你捡。两个人回收物资6-7年的时间，周末假日更是忙，常常把树林区的3幅环保站堆得满满的。到嘞，阮查某囝转来讲，我唔捌转啊，我转啊坐你坐到2:30，未转啊食到，我若无伫厝的，你唔知规工拢伫厝的啊，拢伫外口，拢无转来食中昼。回到家都舍不得休息，又匆匆出门再回收。为的是一份理念。啊，讲做环保吼，垃圾减少，空气较好，对无？啊，食行嘛好，嘿。啊，大家讲健康好，甲老安尼真好吼，嘿。夫妻俩身体力行做环保，那份毅力与精神感动很多人，愿意把回收物资留给他们，也带动善的循环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淑荣、陈平常台北报道。